大家都比较熟悉，就比较生疏，怎么就叫做中美关系啊？该如何面对构建这个2020年的新的中美关系的一个未知结构？未知结构呢？确实是不确定。这个未知结构呢，需要我们来探讨、来解决。这个解决的方法呢，在于我这个方法呢，在于我们手里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东方啊，这太阳呢，现在是早晨呢，6、7点钟，但是呢，太阳呢没有出来。接着，为什么没有出来呢？乌云给遮住了。乌云遮住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冬天嘛，冬天来讲，有的时候那个有些啊，高天滚滚寒流去呀，啊，这个我们呢就是有东北一句话叫做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体验身在最高处”，我们呢就是在最高处，居高生自远。我们在这里呢讨论这个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处理呢，就是为了啊。我们高看云雾，啊，太阳就出来了，就把太阳出来了。我们把它接受这个真理，接受这个真理在于什么呢？在于唤起运动，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共同推进世界啊共和，以进大同。我们这里说一个。我这里呢做这个标语，这个横幅叫“同心同国，反国救统，立根求根，振兴中华”。统合的三部曲：民国阶段、民心阶段、民力阶段。我呢，作为西北大学的文理校友会的策划组编队的部长，我在这里呢，先抛砖引玉来解释一下。为什么我感恩节？11月28日，2019年第二，11月28日是感恩节这天，给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送上了一份礼物，就是什么呢？中美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充满着这个冲突，啊，充满着这个文明的冲突，文化的冲突，啊，东西方文化的冲突，同时呢，也充满着融合。不断融合、不断冲突的一个发展的过程，而这个你中构成了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既对抗又不能对抗，啊，既合作又不好好合作，啊，这么一个纠结，一个纠结，这个纠结在什么上呢？包括呢，身体组织、建筑的纠结，一国两制的纠结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什么纠结呢？我们文明的纠结。这个事首先呢，大家要问什么是文明？文明呢，这个东西在什么叫做文明呢？这个不同时代、不同阶段、不同历史，有不同的解释。我们西北大学有三个啊，有三个这个三剑客，这三个剑客呢，一个是王岐山，一个是这个他是历史系的啊，他讲了一句话很好，叫做他说故事啊，这些历史啊，历史我们现在的故事啊，都是反映了什么呢？反映了历史的这个反映，就是历史的反应，就是客观的历史的反应，社会的反应啊。再说他说什么是逻辑呢？就是按照什么叫逻辑的发展的逻辑的科学发展的，那么就是啊历史的抽象。
我们把这个错综复杂的东西当中啊，把它提炼出来。邓小平就提炼了一国两制。那个，然后呢，国家呢没有统一呢，就叫和平统一了。这个简单统一呢，我们说它有它的太表面化了。另外来讲呢，这个问题呢，这是一个初级阶段的认识，对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认识。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呢，也是一个从低级到初级，啊，人民的进步呢，从看美国的经济呢，从当初就开始了，啊，洋务运动就开始了，啊，从那个这个美国建国时间就开始了，美国这个华盛顿那个纪念碑啊，那个树立啊，就是中国人在提的一个当中的提的一个词，因为华盛顿呢。他的首都本人呢，也是一分为二的，啊，他有他的，就印第安人的残暴残忍的一个，从他的残忍的一方面，跟人性的，啊，你跟那个华盛顿去讲人权，去讲这个什么，那个讲民主，华盛顿恐怕是不行的，啊，因为他那个时代，他不具有这样的文明。那么美国的建国呢是基于什么文明呢？美国建国包括殖民史，这个五月花那个史是建立在这个最早的文这个考，因为根据考古啊和证据啊提供一些证据啊，说明美国的历史呢从这个跟中国呢有着渊源的联系啊。这个既然我们就从这个我刚才说的三剑客，西部大学有三剑客呢，一个是黄奇山，他是原来在那个西安的碑林，另外研究历史的，另外在中国呢，这个现代呢又从事了一些这个一个经济工作，还有一个金融工作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啊，这个黄奇山呢当然是习近平的左右手了，他提出一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很尖锐，就是。他对邓小平的这个一些观点呢，也提出了批判和提议，这就对了，这就是西北大学应该有一个新的校风，就叫立新求真，我们要敢于质疑啊，质疑这个政策，还有这个权威，我们要敢于挑战这些啊，这个在发展当中呢，这个当中，经过社会实践检验呢。一个漏洞和一个缺点，所以王岐山那个是可以说是我们西北大学的一个旗帜啊。另外呢，一个学者呢，他叫李毅，他是中文系七八级的同学，也是我的校友。他对这个在美国呢，哥伦比亚大学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大学来的，毕业之后呢，就研究这个中国的历史，研究美国的社会历史。研究这个，同时呢，他对这个，中国这个现实如今社会呢，也进入深入的剖析，特别是关注于两岸关系的这个如何完成这个国家的统一，啊，如何结束这个 Civil War 就南北战争，这点呢，他的眼界呢就站在了这个美国这个眼界上，同时呢就会感觉到的比较，就比较开阔一些，正因为比较客观一点，我敢于讲真话，就是敢于追求真理，上下求索。所以说呢，啊，我们说他是今天的韩信吧，啊，能够这个多多益善，像这样的人呢，啊，我们这样的人呢，就是这样的人才呢，在中国人应该是多多益善。第三个剑客呢，就是数学系的学生会主席。啊，李大海为什么在这个学的选择这个数学系呢？因为数学这个是一种啊比较严谨的一个学问科学，数学呢是社会科学上的皇冠，啊，数学呢它有个严谨的这个推理，这个逻辑是讲逻辑的，它是讲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。他是讲的矛盾的转化，他是讲这个对立统一是如何转化的，是研究这个如何发展的，文明啊它是如何进步的。
所以我就一个一个一个啊，一个一个真正的主题，但是真正的学问呢啊啊，我也期待着很多对社会的追求，我不能回答所有的一个主题，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，用数学的方法啊，数学的思维来看待我们当今的社会的，看待社会关系的。不去争那个高峰，不去争那个什么霸权，不去争什么那个啊，这个那个山头，这叫处下，善于处下啊，海纳百川啊，就这个处下啊，怎么能够看得中你说？为什么叫反独促统呢？反独促统，分裂啊，一个国家的分裂啊，一个地区的这个斗争啊，都是由于啊各自独立、各自为、各自称王称霸、各立山头所造成的。那么美国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老师、记者、教父啊。我们说林肯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林肯，他是美国，他挽救了美国的分裂，就是我们学习反分裂国家法。首先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就应该从这个美国的林肯，就应该拜林肯为师啊，就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 Civil War 和中国的国共战争内战是大同小异的，都是为了反分裂战争，都是为了啊这个民族的独立、国家的统一而战的。这个战争有没有结束呢？没有结束。美国的是在林肯之后就结束了，经过
今天讲的是文明的一个起源和文明的进化。这个我们什么叫做文明呢？维持的现在呢，过去是有文字记载。这个定义这个文明呢，就是说，就根据啊，这个有这个野蛮的青年的，那就是一种是一种有文字记载、语言表达啊，还有这个经过文字记录，这叫文明的开化。我们说这个时候呢，文明的冲突呢，就当时呢，就叫蒙昧时期呢。就是这个时间呢，就美国那个时候跟征服印第安人的时候呢，就属于一个野蛮的这个状态，叫蒙昧的状态，叫英文就叫 Savagery 属于这个时候野蛮的状态，所以呢，建立了美国建国的国开国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叫罗马马里亚就是说呢，一个少女那么现在呢。现在这里呢，我这里可能有没有变了，但是我那里还在没嘛。那么美国呢，经过这个宪法，经过大家的一致的讨论，一个制定的会议，制定了美国的宪法，这就是一个文明的一大进步，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进步，就是从美国这个制宪。这美国制宪呢，开启了一个三权分立啊，建立一个三权分立啊，一个大家这个互相这个共同就走向共和这么一个十三个国，这个开始啊，十三个州啊，在这个分散的州走到了一起，就是美国的历史就是一个融合的历史啊。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在讲呢。这个同时的半开化阶段呢，就是在后来啊，我们进入一个半开化，文明进入一个发展到一个半开化的阶段。那么二的阶段呢，它就是它因为战争，一次世界大战、二次世界大战，都是用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啊。这个人类文明啊，逐渐变成两千个世界哪个国家啊？这是我们对。阻碍我们的这个妨碍我这个把国家之间呢作为互相为敌，这就是半开化阶段，就等于一个半开化。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，不是我是那个叫一次世界大战、二次世界大战，大家都要攻打这个世界，不是你知道我这个知道，不是我这个很尊敬的你还有这个。这个种族，这种叫做半开化文明啊，野蛮的这个战争时期啊，就野蛮的文明。那么战后呢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联合国秩序，这就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国际模式，联合国的模式，这个叫做进入一个文明的一个阶段，叫新型。这个阶段呢，我们叫大家都要遵守一个规矩，没有规矩啊，不能放言。国家有国家的规矩，国家呢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孙中山呢，就一天从美国回到了中国，回到了中国呢，把这个三民主义啊，把那之前的三民主义发展成民族民权，民生民权。这个三民主义，用这个三民主义的方法来用革命的方法来引导中国走向文明。这种的文明进步，过去的时候我们中国呢是比较愚昧的，从中移动了认为自己的民族呢是民族的维系的。我爱你有几分？但是随着这个鸦片战争，随着世界进入呢。1840年以后呢，这个中国的靠近呢，打击了这个法西帝国的这个
美国的道路。我们中国人要学习美国，一切。谢谢大家。